我今天这个正常的衣服都已经穿不下了，差点从我的衣柜里面拉出来一个勉强还穿得下还上得了台面的衣服，好辛苦哦。然后脚也是肿肿的啊，怀孕不真的孝顺爸妈好不好？打孕妇还是要乖一点，要孝顺一下我们的爸妈哦，妈妈很辛苦的。哎，大家好，我今天赶快来学习，而且我好开心可以见到孕妇本人呢，超可爱的，而且我刚刚发现有真人版，很帅。我那个头发要做很久哦。我们其实我原本呢是从这个绘本里面来认识阿念谷，因为我们呢可以跟我2岁多的这个外甥，然后来教一下到底该如何跟爸爸妈妈相处。那现在没想到，哎，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儿子在里面了。想想我在这个活动之前，我就认真的想想，哇，如果我小儿子像阿念谷一样，怎么办呢？哇，有点紧张啊。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来跟这个是我的前辈们来学习，以后怎么让我们的小儿子能够从伤害、从失败当中学到一些经验，然后跟我们阿念谷一样可爱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各位前辈，包括骆老师，好吧，骆爸比，好，要来跟我们教一下了。好，谢谢。好，所以呢，他的肚子，我们一群主播也一边边，我的肚子里面，我今天这个正常的衣服都已经穿不下了，差点从我的衣柜里面拉出来一个勉强还穿得下还上得了台面的衣服，好辛苦哦。然后脚也是肿肿的啊，怀孕不真的孝顺爸妈好不好？打孕妇还是要乖一点，要孝顺一下我们的爸妈哦，妈妈很辛苦的。而且我们觉得很棒的是，之后10月底就可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阿念谷唱歌了，对不对？对。所以我的哇，外甥大家都很期待，因为小朋友最喜欢能够来蹦蹦跳跳，所以呢，今天也是要来特别抢票。再来，我未来也要写歌当摇滚巨星。阿念谷，我们准备开始吧。在梦田去做我自己心里面非常非常从以前就非常热爱的文学。可能大家都看我以前的工作不觉得我会读文学，但我真的很喜欢，这样我就决定我一定要为台湾的文学努力。那当时我们就开始做的书店的影像师，做的很多跟文学相关的转译。那这么多的文学，很多人就问我说，那为什么是我好朋友骆以军的小儿子这本散文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这个真的对我来说是个大灾问，我想了很久，后来我终于找到答案，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愿意跟我一起放任我让我闯过的作家。真实的儿子，他其实已经大三了，然后，对，然后他其实变得非常宅。我看到这个阿念谷，我自己都会想有点哽咽，怀念。这件事对我的冲击是，真实我回到家里的那个阿念谷已经，生命是不可能停留住的，他已经变成一个大人了，我也老了，然后我也跟他不可能有那个欢乐时光了。可是后来我才很意外的在外头遇到不同的人，他们可能是因为看了这个史导演的动画，然后梦田做的这个小儿子的这一系列动画音乐剧剧场，然后他们突然会跑来跟我讲说阿念谷爸爸，对，这个是很妙的。这菜都被吃光了，你说被吃光了，童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会探索、会冒险、会闯祸啊。那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是很安静的这个躲在树下、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看漫画、看书啊。书旁边有注音的或没有注音的啊，看得懂的就放在脑中，看不懂的也放在脑中。往后很多年当年看不懂的书、看不懂的故事伴随着这个经验的成长呢慢慢都看得懂了。
很感谢这个城市在成长过程里面多彩多姿啊，有像这个骆宇轩，有像苏丽妹这样子的好人好朋友，他们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很多也许这个伟大的英雄人物或政治家或长官呢可能没有时间去看到跟这个 take care 到的地方啊，那但是这里面的点点滴滴都弥足珍贵，值得回忆啊。本人呢，超可爱的，而且我刚刚发现有真人版，很帅。哇，那个头发要做很久哦。好，我们其实我原本呢是从这个绘本里面来认识阿宁谷，因为我们呢可以跟我两岁多的这个外甥，然后来教一下到底该如何跟爸爸妈妈相处。那现在没想到，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儿子在里面了。想想我在这个活动之前，我就认真的想想，哇，如果我小儿子像阿宁谷一样。怎么办呢？哇，有点紧张啊！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来跟这个所有的前辈们来学习，以后怎么让我们的小儿子能够从伤害、从失败当中学到一些经验，然后跟我们阿宁谷一样可爱了。阿宁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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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油！考的什么烂分数啊？这一个月没有零用钱。Surprise！ 生日快乐！我是这一次我们阿宁谷动画剧场第一集的导演，我叫高天恒，小高。那这次呢，我们把阿宁谷动画剧场呢，从这个动画版变成真人版。那主要呢，这个音乐剧啊，它会是一个非常轻松、活泼、充满热血的一个音乐剧。那我们第一集呢，聚焦在两个点上面。第一集呢，聚焦在闯祸跟父子关系。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次的剧名叫做《阿宁谷又闯祸了夜》。为什么闯祸了之后还要夜呢？除了我们觉得说闯祸这件事情是小朋友的天性之外呢，但是闯了祸之后，我觉得它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它或许会成为他生命中一个正向的事情。梦田让我感受到什么叫全面启动，就是它其实光动画，当时我觉得动画这件事我自己就觉得是最难最不可能，成本投入太大了。然后接着后来我也有去看他们那个剧场，黄志凯那个剧场，我看了也是泪流满面。希望未来能够出一个小儿子应对的这个秘籍，状况什么状况，应对是怎样，有点工具书的感觉。我们就可以一看，这个是这个状况，我们就可以来按图索骥的来施行。9月3号起每周6日中午11点56分下午3点56分三立都会台闯祸登场。